今天不用上班哦。哎，你好，我不用啊。你在那里干什么？你做验训啊，验训肉啊。训什么？验训。验训训什么呗？猪肉啊。猪肉。哎。这样训。好吃吗？我再试试做怎么样？哦，好看啊。哎，他那条丝瓜不才很大了呢。什么？丝瓜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。你看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好。看什么？哎，那是猪脚啊。对啊，猪脚啊。你去买的啊？对啊，我试试做了。如果呢，他们喜欢吃的，我会多做一点。没有，你这个要熟才来熏。我是本来是我要蒸一下。要蒸啊。哎。本来的不用蒸，但是我要快快快。等它熟了才熏呢、啊。嗯。我们这边不是这样熏呢、啊。嗯。我们这边就是一个锅子，一个那个我们炒菜那个锅，啊，下面放糖。嗯。我们放糖还有那个五啊，有可以再插那五香吗？好。啊，你就鸡就放在五味香，放在上面给它熏。嗯。不过那个锅子很快就会坏掉，因为它没有水啊。没有水啊。对，不可以用水啊，就是干的。对啊，要把那个吸水纸啊，可以的，让它可以吸水。这个心好吃吗？我看是。明天呢，送给你一块，试试去。你自己吃。嗯，我会，现在我先做了一块了，那个如果的大家要了，我会弄啊，会。那个猪脚很贵呢。这个猪脚呢，300块而已啊。对啊，要300多块啊。嗯嗯。你看买后面的比较没有肉，要买前面的。嗯哼。猪脚就是要买前面的，后面只有短短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个是在后面的猪脚的那个比较多肉啊。比较没肉啦，前面比较肉比较多了。看哦，对，那个前面是。前面肉比较多了，后面就是没有肉，只有这样一点点。嗯，后脚比较短嘛。嗯嗯。啊，你这那个是在生那个黄瓜小黄，不是啦，香瓜。那个香哈密瓜。香瓜啦。香瓜。啊，那颗怎么死掉了？我不知道了，今天中午我来看哦，可能是被那个虫呢咬断根了。可能是蜗牛。嗯哼。你没抓一抓啊？你在哪边生火？这边呢、啊？对啊，在那边呢生火呢，把那个一块一块那个大，木头啊，大木头一点啊，放进里面呢，让它可以慢慢烧啊，不可能不要呢，让它快烧掉啊。你们那边都是这样熏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不是这样熏。怎么熏？就是我跟你讲那个在那个炒菜锅那边熏啊。啊，这个是烤的，不是熏的。没有啊，烤是烤，那是熏。
这个饼是什么饼啊？没有，那个是地瓜跟那个地瓜。我们越南也有了。我炸的啊。哦，你自己炸。今天拜拜啊。对啊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会去那个大庙拜拜啊。那个你去早上的去呢？我早上去了。你要不要吃那个粽子？是要沾糖吃的。嗯。我们这边是说，甜粽啊，就是那个粽子，就是沾糖来吃。嗯，没有它没有。把什么放进去啊？啊？把什么放进去？它是用鲜粉干跟那个米下去搅一搅，后来就是用叶子包起来，生米。嗯。然后下去煮，煮到那个米熟了，就是烂烂的。嗯。啊，就是像我们粽子一颗那个这么大，小小的了。我是买的了，买来拜拜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吃？喜欢吃我就拿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我不喜欢吃饼的。甜的啦，不是咸的。嗯。咸的就是像我上次拿给你那个，就是咸的。哦。端午节那个啊。啊哈。端午节我是用那个有没有那个叶子包的？叶子包啊？有没有在这个背？那个是南疆叶是不是？这是姜啊，后面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有没有？那边有一颗那个是底下有那个叶子大大的。嗯。